我有踢的，我三十秒复活，能不能拖到我 TP？ 哎，感觉对面送了呀，对面这两个人在这干嘛？哦，好大，好意。好勾，好意维鲁斯，好吃勾，好闪现，好意。太他妈顶级了，这波这波打团。这维鲁斯很难想象坐在电脑面前的是个人，没错，夸张，只能夸张才行。再打一波小龙团。很难想象他还不让位置。别骚着呀，下次你就够就行了，这处事没道理啊。回家回家，等我踢啊。啊，我就死就完了，我不管了，死就死嘛，跟我没关系。给你播了，我操，我把这个推了，播不了了。这还玩啥呀，直接记了。这个符我真心推荐玩法师，因为法师到达七十级可以获得超级流星火炬。排进去了没？哎，也没排进去。没排进去，那说明这一批人都没进。我都开出血了，我操！好，排到我看看我要不要上单神，因为中单也是玩 AYAD 刺客的，不然没法师啊，没法师行不行啊？
岩雀。先选，看看对面出什么英雄。岩雀中呢？怎么说？他们这是什么呀？对面这是什么阵容啊？哎，其实这一把对面是没前排的呀，对面这把没前排啊。对面这把没先排，刚都感觉都有点感觉能打，就是不用考虑说全 AD 这个东西了。你们怎么你们怎么能看成是岩雀下路啊？一定是死哥呀，那怎么可能岩雀打 AD 啊？那肯定是死哥。这怎么玩？怎么我一进来就这么乱呀、漂亮！怎么排的会这么慢呢？今天感觉得单排啊，今天人好少，排不到人。看刚刚那批人有没有进游戏。
也没进，也没进就还好，进了的话就那就还好，那说明大家都没进。好配合，想想我的，我想想出撞了。好久没打德莱文了。给他让了个位置啊，兄弟们，这个、哥们玩打野的，不会打 AD， 只能给他让。这派克应该是个小绝活派克吧？
还行，吃了个眼不错的。叠个双斧，还行吧，但是兵线好像亏了一点点啊。派克没交闪，这个不能去中啊，这个。漂亮，得交闪吧。啊，这波大野，我想过来插个针眼的，兄弟们，想插个针眼。其实应该要想到他们两个的密室能去哪呢？只能在这个草里蹲点。中路密室吗？白狼的卡线，走吧。他直接裸了个三速鞋是什么意思啊？行吧，现在要表演的是如何走位。这个草第一个草还放远了，这个没闪的。
先帮忙拿龙，这得帮忙拿，不然要他要打很久，他没买装备的。有点怕螳螂啊，我觉得可以打呀，我这不就是想打，我六了。太稳了，应该讲太稳了。有点太稳了，兄弟。太稳了，太稳了，其实能打的。我看着他们双五级，我这波六级，我就是想过来顶，然后直接反打，勾到就是一套秒杀。但是没开语音啊，这个也能理解。坏了，这打野带了波大节奏啊，带了波大节奏。这就有点难受了，大节奏啊。坏了，打不过。哇，漂亮，差点打不过。这里可能 OK， 我觉得可能有眼能啊。
他们是不是下来了？500还行。漂亮！我闪现杀派克500块，没什么太大问题的。500块啊，杀了就好。这波感觉不算亏，这波不算亏。再见直接红青雨吧，这石头人比较硬。但团战比较难活，阿卡丽石头人加螳螂，推了吗？推了就撤吧。3400块。
哇，这时候的 R 上来开个一技能，我是真的刀都挥不动了，兄弟们，刀都挥不动。测一下，对面直接打的可能性比较小。
区缺少是因为刚刚对面给了个重伤，石油人有大重伤。他就单防我，那没用啊。我豹女十九杠零输一次哦，那就是上一次我玩豹女峡谷之巅，十九杠零输了，好像输给他了吧。nice， 这把德子还是砍的不错，兄弟们打的蛮爽。没点关注点关注啊，没有鞋子穿的兄弟啊。加直播间上方这个微信90488，支持货到付款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所售产品1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直接也就换新。兄弟们需要买衣服和鞋子的可以加这个微信看一下，朋友圈每周还有免费的抽奖活动啊，大家需要买衣服鞋子都可以看一看啊，现在不需要买衣服鞋子的可以加个微信好吧，90488啊，没加的兄弟们都可以加一加，没加都可以加一加。输给他的啊，有对，好像是，反正我有一把豹女19-0输的，但是我19-0弹幕都在喷我，好吧，大家需要买衣服和鞋子的可以加90488，兄弟们，大家都可以加一加看一看，好吧，感谢啊，在直播间正上方，兄弟们都可以去加一加。现在不需要买的也可以先加个微信号吧，之后有需要买的话可以随时去看一看啊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可以随时看一看加一加。我这把其实失误还是蛮多的，太久没打 ADC 了，太久没打了，失误特别的多。上把失误少一点的话应该会赢得比较轻松的，上把失误还是太多了。吃个饭啊兄弟们，
我说我戴帽子是因为早上没洗头，每天上班都得洗个头。今天太累了，没洗。漂亮一波，哦，吃完了，饭也吃完了，今天有点难排哦。他们都进了。今天有点难排，我单排吧，单排排的快一些，今天就不双排了。没英雄啊？单排只要3分钟哎，
双排就要十来分钟，今天就单排了。突破口，突破口，我操！十分啊，是吧？哦，超梦玩之前玩的那个号不是这个号，超梦之前玩的应该是情人节的号，是两个号。怪不得不是删好友，没删好友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在你也舍不得，是怎么说，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妈，在家问你话呢，你陪玩妹妹质量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你可以加一下嘛。不好的话，你来找我。啊，饭吃饱了，吃饱了就容易犯困了。为啥 buff 都不显示啊？他们也都不显示，什么原因啊？情还